请问亮哥教授怎么看待两岸和平统一做了哪些工作仍旧有所推进啊？啊，做哪些工作啊？就是大陆要有耐心啊，啊，经济能够开放给台湾去的就开放嘛。比如说我随便讲了，你就直接给国民待遇嘛，对不对？你在怕什么？比如说我在台湾看爱奇艺啊。被视为域外，为什么我不能够跟大陆同样的待遇？你国家那么大，你就直接给国民待遇嘛！我跟你讲啊，这肯定会有效果的啦。啊，那台湾人到大陆生活就完全比照国民待遇，所以我是觉得大陆有些动作要大气一点。